看你干的好事，你给我做坏了没？这是弄疼那里。那弄疼了才叫疼这里头。啊，做坏我了。这断了。对，做的已经崩塌我了。老头，谁叫你躺那溜了？这个做都做不坏了，那也不能很往那柜子里藏了，出来吧。出来，别再做不坏了呗。我定钱吧，姐。装，先给你200块钱定钱，去了剩的再给你。装。回家了，走，你看恁俩懂的。妈妈，哎，怎么几百呀？一毛也不多，回家有人再贴你。瞎钱呢。凭啥呀？这恁俩一块儿。这新柜子抬回来了，妈指挥着放个地砖。叫地砖疼了了。看恁掏钱给恁买的柜子，好看不好看？好看。省着说再做烂了了哈。做烂了还不没心里堆着。这儿别上，好事。这回老婆要瓜子掉河里，大桌一壶嘞。你看老了不得，也得拽拽。你看，买了那个胳膊了，一万也给你弄个小柜吧。你看很拽的。这柜子不舍得扔，修修还用。就是我叫老师修一修一下。这门是搬住了吧？搬变形了。你和你搁这藏屋了，我藏你了。